交配的大白斑蝶，在树荫下休息的琉璃带凤蝶，有大圆斑，球背上蜱虫，超漂亮的，超乖的，完全不怕我耶。他们在交配。大绿天牛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到蓝屿了。啊，你在吐什么？我刚刚在船上吐了两次，然后我还吐到我自己的脚，真的太漂亮了，真的是太痛苦了。这是驾行车的安全。嗨，我们现在要来找天池了，来找一些。稀有的蓝屿特有的天牛，走喽！这里真的是超级原始热带雨林的感觉。哦，是森林秘境，有一对在交配的大白斑蝶。刚刚偶然间发现的，超可爱的。东北部跟南部垦丁一带都有它的分布，蓝屿也有。这是一只公的大白斑蝶，它现在正露出它的毛鼻器，可以散发出费洛蒙。天啊，完全是雨林 ，Oh my god， 都是泥巴。超可爱的蓝屿绿天牛。我们找到了，超漂亮的，像宝石一样。而且超可爱的什么？超可爱的蓝屿绿天牛啊！绿天牛，绿天牛，它真的像宝石，很漂亮。我喜欢它的嘴。漂亮的宝石，这次是有喜来遇过最乖的哎。大概。在树荫下休息的琉璃带凤蝶。我会挡到你吗？不会。琉璃带凤蝶又叫翠凤蝶蓝屿蚜种，是台湾蓝屿岛上才有的特有蚜种哦。它真的好大哦。超酷的，服务里面有一只蝎子，叫做八重山蝎。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蝎子，野外啦，宠物店的捕鼠。捕鸟蛛属的蜘蛛。这只蜘蛛居然是捕鸟蛛那一属的，它超级耐米。是菲律宾火筒树，然后有大圆斑，球背上蜱虫，这是他们的食草。也被这里。这里哦，对，这里超可爱的。三角形吗？大圆斑球背上蜱虫。三角形。真的超漂亮的。它现在就静止不动了。它们非常的硬，所以通常掠食者不会吃它们。手上也都没有相机。有啊，他们都背着相机啊。拍什么呢？黑胸金翅天牛。
也是蓝屿才看得到的，这只超乖。黑胸金翅这个命名，就是因为它的胸部以上是黑的，然后翅翘的部分是金色的，很漂亮吧？超乖的，完全不怕我耶。很少遇到这么乖的，之前的都马上就会飞走，这只真的超乖，超漂亮。可是飞走好多只，要交配的黑胸金翅。哇，太酷了吧。啊，跑走了。七星盾背春象，超漂亮的，像宝石一样。超漂亮的蓝屿银斑鹅，好美哦！我的天哪，那个蓝色 ，Oh my god！ 可是会热，那种，你不知道很热，就是热到都完全不想。这是一只蓝屿刷须天牛。它的触角有哦，蓝屿刷须胡麻天牛。先忙碌好了，师傅的就是它。它的触角有一些毛毛，看起来像刷子，所以就是叫刷须。它非常的小，可以看我的手指跟它的对比，它真的超小的。金星木姜子的叶子是金色的，超酷的，很漂亮。看完整，这光线超美，无讯号的部分。蓝屿大绿天牛，太酷了吧！这是位置比较好。大绿天牛在交配。哇，我的表示我已经死了。大绿天牛，在蓝屿算是不容易见到的种类，它的金属光泽真的非常非常美丽，我超喜欢这只天牛的。看它酷炫的外表，还有它华丽的色泽，真的超级漂亮的。小绿天牛，也就是蓝屿绿天牛，真的这几天看到蛮多只的，超漂亮。它们都小小只的。哦，有一只吉丁虫，不知道是粉彩还是蓝彩。哎，我这样拍不到它，超可爱的。它上面绿绿的粉是可以被抹掉的，它真的是粉哦。纵条吉丁虫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只甲虫，比蓝屿的众多保育类昆虫都还少见。真的要感谢在这边打工度假的朋友，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只超级美丽的特有种的吉丁虫。全部都是寄居蟹在动哎、欸！
等他们开始动。好好感。超可爱。可是他们真的会夹人，超痛的。好，来，上半身，一、二，再就一、二，不要正脸，侧脸。我的侧脸是很丑吗？好，我要进入红头森林了，来这边找可爱的天牛跟甲虫。发现了女印象天牛，对啊，它亮亮的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像宝石，好漂亮，是蓝屿特有的哦，真的超漂亮的。文球背向鼻虫也是我找到的，超可爱。可以看它胸部那边，哦，它跑走了。它胸部第二条纹是断的，所以叫做断文球背向鼻虫。超漂亮的宝石，是宝玉类。我又找到一只伪印象了，女印象天牛，它伪装成条纹球背象鼻虫的样子，因为象鼻虫很硬，掠食者不会吃它。不过象鼻虫不能飞，它却是可以飞的哦，因为它是天牛嘛。女印象天牛又叫伪印象天牛，超可爱的，真的很不容易发现，但是我就发现了。我找到了在交配的蓝与绿天牛，也就是小绿天牛，超可爱的。他们在交配，超新奇的画面，真可爱。蓝屿特有的纵条长须天牛，虽然在蓝屿的分布还蛮普遍的，不过也只有蓝屿才看得到哦，对吧？是母的珠光凤蝶，买了花不得好。公的珠光凤蝶都会在树梢打架，非常难拍，因为它们飞超快的，根本就没办法对焦。宝玉类的硕大鸟一蝶，可是台湾最大的蝴蝶哦。强光这个一幕，颜色没有办法那么，颜色会怪异的。我们之前会去一个，为了虫子努力不懈的人们，哇，真的是。天不怕地不怕，这个草堆里面搞不好都有恙虫。密密麻麻的叶子中，我发现了一只琉璃带凤蝶的中龄幼虫。我们找到了琉璃带凤蝶的幼虫，也就是翠凤蝶的蓝羽芽种，它的中龄幼虫，超可爱的。是不是非常可爱？看它走路很疗愈吧。这里有一只
麦粉蝶属的幼虫，不是红裙麦粉蝶就是黑麦粉蝶。它们吃山柑的叶子，其实还蛮好找到的。发现珠光凤蝶的幼虫，这边还有一只，都是已经无鳞的幼虫，不过还没有到很大。我的手跟它的对比大概是这样。好诡异哦！我天哪，你刚有看到吗？这是蓝羽的光泽瓜牛，超可爱的。它是白色的，然后有一点像玉的感觉，真的超有气质的一只瓜牛。哇，这个光拍的好美。要离开了，超美的珠光凤蝶为我们送行。漂亮的宝玉类，哦，你也在录哦。今天录完了，那是他不是宝玉类吗？他不是宝玉类。哦，好，他比宝玉类还少，所以这影片可以删掉了。我可以剪到前面就好了。错误姿势。